言行不一，读经家提书二章十一节至到十六节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柯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，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及至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割礼的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：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外邦人行事，不随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？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，不是外邦的罪人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我们最常听到非信徒对信徒的批评，就是指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。面对这项指控，我们有阵时亦都觉得哑口无言。一种言行不一的表现并不是今天所独有。昔日保罗在安提柯的时候，就因为见到作为教会领袖的彼得有言行不一的表现，于是就直斥其非。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？事情发生在第一次教会会议圆满结束之后，保罗、巴拿巴等等一行人回去安提柯，受到信徒的热烈欢迎。他们在那个城市大力的开展福音工作，而在教会里面也都继续进行教导的事工。没几耐，彼得从耶路撒冷来到他们中间，了解教会的发展情况。彼得最初热切的同来自不同种族的信徒相交，但是当耶路撒冷有一批犹太信徒来到，情况就出现微妙的变化。后来那批犹太人不愿意同外邦信徒一起分享外宴，即管上次会议已经作出决议了，但彼得却是担心开罪那些犹太人，于是就作出了妥协，没有同外邦信徒吃饭。彼得为什么有这种言行不一的表现呢？我们应该怎样为彼得来解释啊？若果换成我们，我们又会怎样解释呢？请留意，其他信徒都有份装甲的，第十三节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。信徒之间的问题往往会产生连锁作用。彼得和那些追随他的人都知道怎样做才啱的，不过他们却因为有其他人在场而故意躲避，这个就是虚伪的表现了。要指出其他信徒的不是，实在需要极大的勇气。如果对方是一个领袖，就更加不用说了。不过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保罗知道他不能够不指出。第十一节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柯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而当中涉及了一个重要原则，福音是要人得自由的，包括挣脱律法的捆绑而得享的自由。我们将会在明天谈到保罗在这方面的教导。这一刻让我们个人反省自己，而且祈求圣灵显明我们有哪些地方是言行不一。我们为基督所作的见证必须是清洁、顺存和知行合一的见证，否则就很难影响别人信主了。